House 的 Halloween 万圣节版本特别版，这是好像就是万圣节时候出的啦，特别版本这样子，而且画面已经有点16:9了，这是什么时候出的、啊？感觉进来就好像强迫症一样，什么乱点一通。亮了亮了，可是万圣节版本它没有房间分别、欸，该不会就这一关了吧？纸条，哦，这是在介绍万圣节的由来之类的啦。它还包含了要糖果，然后穿那个 cosplay， 就是不管你穿什么啦，反正就是 cosplay， 穿一些可爱装扮的。还有它的习俗，反正就是做这些事情 ，OK 吗？台湾当然是没有啦，亚洲没有万圣节的这种活动啊。有是有，但是不是像国外说哦，你从小就是要有一种像端午节，就是每一次都一定要吃粽子，这样从小到大。如果我们的万圣节大概就是那种鱼趴吧。大家怎么样来参加阿金的万圣节吗？然后大家都穿 cosplay 吗？结果根本就是一个杂交趴这样子。什么万圣节啊？妈的！怎样？哦，那这次这个版本是不是不太恐怖啊？而且也没有故事支持的，会不会他这个版本会不会很无聊？很强了。太麻烦了吧！干，等我是不是？是惹 House 他们的 FB 嘛？你有看到吗？那我点一下看看。怎么点啊？干，这个就这样子而已啊。就这样啊！啊，不是说点一下，啊我头被咬掉之类的、啊，没有，那个就只是重复的，就有一个吊死鬼的那个脸，然后就这样而已。啊、我点完了，然后嘞，哦，那女鬼看起来其实还蛮。蛮正的嘛，灯没有用嘞，喵喵，在闪的时候有一个人脸在这边，嗨，南瓜怎么变成真的头了？那是怎么办啊？二代婴儿的脸，什么东西都不见了，完蛋要跳脸了，呜！哦，有嘞，你还有桌布可以下载，然后他们的 FB， 然后他们的所有的游戏，还可以去玩他们的一代、二代 House。各位觉得怎么样？好像短短的还行，谁敢用？吓死！他们这家公司好像已经没有在做任何产品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再做一些有趣的网页游戏，但是就是。我是觉得现在就是有点冲刺，就是饱和了啊，尤其是恐怖网页游戏。然后怎么讲啊？这应该不算抄袭，但就是照着这一个蓝图在走，这样你们知道吗？对不对？
经典当然是经典啊，可是现在就是有很多就是很像的格式化了。嗯，对啊，要不然我再去 找看看啊，就是有一些经典的网页游戏可以玩看看，这样好不好？可能还有一些我没有玩过，像 House 这三代这三个我就从来都没有玩过，虽然都很经典，就是只是那种口耳相传说，嗯 ，House 网页游戏，实际上我连故事都不知道，然后根本没有破过关。好，我先把这个关掉了，没有了，再去找看看啦。